接回刘德华暌违11年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但是遇到台风搅局。根据了解，其实台北市政府呢有不断的跟主办单位协调，但是都没有获得同意停办。传出刘德华甚至已经在进行彩排了，市府最后拿出小巨蛋租用要点，表态为了预防灾难发生，是可以要求租用人停止活动的。后来开唱前4.5小时通知对方要停办演唱会，但是呢遭到议员批评处理太慢了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态，未来会在合约当中纳入台风假条款，也拟小巨蛋的演唱会呢，如果遇上停班停课，可能就得要取消。旅客跟民众的安全，我们会跟主办单位来协调，晚上的活动可以考虑来取消。一早喊话要协调刘德华演唱会取消，幕僚透过副市长李四川悄悄传便笺给市长蒋万安。上头建议未来台风天停班课要纳入考量，甚至演唱会就不应举办。好，如果遇到台风宣布停班课，像北捷这边会做一个研究，好看是否在未来合约里面做一个规范。蒋万安上午表态，直接在合约纳入台风假条款。31号下午，北捷再度找上刘德华演唱会主办方，告知北市捷运部分高架路段已经因为风速停驶，歌迷移动有困难。据传对方依旧不答应取消，刘德华甚至已经在彩排。市府最终拿出小巨蛋租用管理要点，说营运方北捷预防灾难发生，可要求停止活动。北捷发出新闻稿通知对方，刘德华演唱会停办。基于观众人身的安全，按照契约规定通知主办单位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停办。下午的协调就是把目前我们是掌握，包括捷运的班次，不管是高架段有些已经开始减少班次甚至停驶，来跟对方说明。开唱前4.5小时半强迫方式停下演唱会，也让现场歌迷大崩溃。在中南部特别上来的这些歌迷们，早不要求晚不要求，你现在才要求。拖到了今天，许多的歌迷都已经到了小巨蛋的现场，蒋万安犹豫不决，慢万拍。刘德华暌违11年在小巨蛋开唱被台风搅局，更因为北市府强势介入娱乐事件，却成了政治事件。记者陈武强、叶林凡台北报道。